这里干嘛？别管我。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失恋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们会帮你的。你们帮不了我，我的学费全被阿亮骗光了。原来根本就没有喜欢过我，他就是贪我的钱，所以什么都没有了。钱没了还可以再赚回来啊。对啊，更何况他长得那么丑。歌女啊，都需要陪客，不论他们身在何处，一定有位笑脸随从形影不离。小金琴他不能也不敢独自出门。说过了没有？拿我的事情来讲很过瘾是吗？我的照片已经在网上传到乱了，你现在还想让全新加坡的人知道那个人就是我吗？不穿校服那要穿什么呢？我是说你穿手链，手链会被老师没收的。妈，不是穿手链，是戴手链。妈，我回来了。这么晚回来你去哪里了？晚上补习中心有课。成绩册呢？哈，成绩册我不签名，你怎么交还给老师？哦，心安，挂失跳绳，另外找到人了吗？没有。能不能帮我跟大家说对不起？你为什么不要自己去？我不会去练习的。绝不能退缩。对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，我们要让殖民地政府知道，我们这些华校中学生是不会在压力下低头的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已经没钱买水了嘞。以后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一开始干净的水时我懂得珍惜，那我就不需要什么破事情和超能力了。看手机没人叫了，又这样过一天了，习惯了。